察明媚动人，聪明机智。我觉得我也要有着落了。他温暖专一，正直果敢。仅凭一份资料就对一个人下判断，这未免过于武断肤浅了。荷尔蒙的碰撞，摩擦出爱的火花。善良还是很爱你的。快速步入婚姻殿堂，奔向童话般浪漫的爱情生活。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但公主与王子的婚后真的如此美好吗？我都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爱我。一个谎言涌起风暴波澜。我才是万丽总裁温雅君的女儿。当层层伪装褪去，白月光露出恶女本性。就是我泼的。幸福的过往被欺骗击碎，甜蜜美好终化为幻影消散。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我真的没法再忍受，我们的三观截然不同。这场用欺骗筑起的婚姻该如何逃脱？公主与王子又会有怎样的结局？爱情黑童话情感大戏《温德瑞拉日记》2月13日即将播出，敬请期待。